睡着睡着他就开始哭了，我女儿大哭，我丈母娘哄也不行，我哄也不行，谁哄都不行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阳，我女儿拿着那几瓶爽歪歪在那玩呢，爽歪歪还是前一段时间我朋友给的，总共给了两次。你摔倒了，疼不痛？痛啊，一会儿点头一会儿摇头的。你跑快，你摔倒了是吧？流血了没有？没有。啊，对，没有了，对对对，已经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又把这个爽歪歪摆起来了，这谁摆上去的？你摆上去的？啊，那水杯里面的爽歪歪喝完了没有？去把那个爽歪歪喝完，水杯里面喝完，还有呢，快喝。还有呢，喝完。啊，我不看你，你赶紧喝，喝完，你喝呀。那不喝怎么办呢？等一下不喝就不能喝了。我不喝。你开开干嘛？你打不开，你这样，你把这喝完快。开开。打不开。这给你打开了，等一下你就洒了。没有。啊，给，开了，拿着吧。把这个拿出来，喝吧。喝完，哎呀，这个爽歪歪再不喝，过几天就过期了。喝，好喝喝喝喝，好好好。这里有倒水喝。倒水喝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喝，我也喝。啊，你也喝好。哪样啊？怎么放呢？你跟我说一下。这样放的呀，慢慢的放啊，不要倒了。啊，哎，他刚才怎么放的呀？现在放不了了。只容易倒，刚才他成功了放了两次，怎么了？放不上去了？慢慢放好不好？啊，不要让他倒了。我女儿她没事了，这几天啊经常喊着让出去，不想在家里面，因为这两天天气也热。怎么了怎么了？你这样啊，你把这放开，放下，不要开这个啊，放吧，放到这上面，这不就行了？那个拿过来放，你刚才不是这样放的吗？嗯，对不对？你刚才这样放的，你还这样放，好吧？不要。啊，放吧，反过来，反过来。哎呀，倒了吧？你刚才怎么放的？现在怎么放？哎呀，快放放放！我放。那你刚才是怎么放的？你跟爸爸说一下，刚才你怎么放的，好不好？教教爸爸。好，慢慢的放啊。哎，放不上去了，这样啊，你刚才都放上去了。哎，啊，自己放，我放啊，这我也放不上去了。好了，好了呀，倒了吧，这样才放上去了。不是不是，反过来，反过来，啊，对，摔倒了，反过来，刚才已经他自己已经放了两次了，放上去了，现在放不上去了，不知道怎么，刚才那两次他不知道他怎么放呢，我在这个床上面坐着呢，哎，放上了，看，放上了，这样不好放喽，好了，放上了，又放上了，开始吃饭了，现在。这是昨天炒的土豆牛肉，这个小饼是我女儿的，大饼是我的，你吃肉肉吧，好不好？啊，怎么了？啊，好好，那个拿吧，吃吧。那个辣椒啊，你让我吃辣椒啊。哎呀，你不吃辣椒吗？辣椒辣不辣？好好，你哭，吃辣椒哭啊？好好好，我吃我吃，行，好吃不好吃？哎呀，哎呀，用手往嘴里面塞，好吃不好吃啊？你吃肉肉吧，好不好？肉肉，这个是辣椒，不要吃，吃这个肉肉。哎呀，这个筷子，对，不要吃辣椒。辣椒辣，辣椒辣，等一下，好，我吃，
等一下你会哭的。什么？哎呀，辣椒，好好好，嗯，辣辣，好，你吃肉肉吧，好吧，肉肉你吃。我女儿吃土豆不吃肉，她以前喜欢吃肉啊，现在开始吃土豆了。女儿又开始玩她的玩具了，看我女儿有很多玩具在柜子里面放着。那一次我丈母娘说要搬到小儿子那边去住，结果没有去，她把那个玩具什么东西都收拾起来了，她也忘记她放在哪里了。她袋子里面两袋子全部是她的玩具，有很多东西，然后收拾过后他放哪里他就忘了。我放的地方有时候我也忘记了，找不到，找很久才找得到。有的东西重新放呢，所以不好找。哎呀，我女儿睡着睡着半夜又开始哭了，在这大哭。刚才把我赶出来，让我在这里。我丈母娘现在在这个小床上睡，因为这个屋子里面风扇不转了，我女儿热。睡着睡着她就开始哭了，我女儿大哭。我丈母娘哄也不行，我哄也不行，谁哄都不行。这个风扇这个开关坏了，开关怎么着都不行了，打开也不行，看也不转了。哎呀，太热了这屋子里面。我女儿现在又睡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录制到这里，我是阿阳。